还没进去呢、哦，来蹲一下。啊！哎、欸，哦，真的会很想拔掉，超想吐的。今天给我擦的阿公阿嬷，对不起。今天就是要来介绍鼻胃管，我们今天不只要介绍，还要这样子亲身亲历哦，百分百不演不骗的插入，给大家体验看看插鼻管到底有多不舒服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在开始前，我们还是要简单卫教一下鼻胃管是做什么的哦。鼻胃管，我们从名词解释哦，有没有？就是从鼻腔插一根管子，沿途经过我们的食道，再到我们的胃里面。哦，光想象就有点可怕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哦。那为什么要插鼻胃管呢？哦，可能是这样，有些爷爷奶奶或是长者生病的人，他们会出现吞咽功能障碍啦，吞咽功能受损啦，或口腔受伤，没办法从嘴巴吃东西。哦，这种病人就需要插鼻胃管，让我们的养分啊、水分啊、药物啊，好让管子进去。哦，好不好？另外一种病人呢，可能会是些肠阻塞、肠胃道出血啦，或是这样想不开，吃很多安眠药，或是喝了不该喝的东西，要赶快从胃里面把它引流出来。哦，所以这两类的病人会需要到鼻胃管 ，OK 吗？可是今天这样讲，你们可能比较难想象，有没有去看过耳鼻喉科医师？有哦。那耳鼻喉科医师在检查的时候，怎样？可能会插棉棒，有没有？那个棉枝往你的鼻腔里面塞，是不是很不舒服？真的超级不舒服的哦啊！更不要说是这样内视镜检查哦，拿管子进去看喉咙有没有卡一次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真的超想吐了，超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！你看鼻胃管这么粗哦，有时候往往放的时候不是短暂的哦，有时候放这样放一个月、半年，甚至终身都要放。所以今天邀请到另外两位来宾，共同来体验、去体会、去感受、去同理哦，到底插鼻胃管有多么不舒服。真实百分百插入，好不好？我们刚才已经猜拳决定好抽那个顺序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插谁？先插你。原汁真实呈现，请继续观看哦。好，打好了，是新的哦，没有玩假的哦。好，真的啊，百分百不骗啊，真的插。等一下也换他们两个位置，挤多一点啊。你要哪边？左边右边？右边。我鼻毛跑出来吗？没有。来，喷口水啊。你动作完曲，好，等你。文文渐渐已经发求救手势了。啊，一半了，加油，来，蹲进去了。啊！感觉渐渐已经要崩溃了。来，这个是牙胶。好，我先帮你贴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把这个交叉把它粘住。宝贝，卫生纸。宝贝，卫生纸。好，看到哈，我们会用听诊器来听那管子有没有打到胃里面。好，然后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打空气进去会听到啵一声，这样就可以确定我们有放对。好，有听到。哦，真的会很想拔掉。受不了，来喝水了。有点痒的，还有味道吗？好了，来送完。记一下，是你的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位选手，受不了啊！有请二号选手。来喽，方天中，好，方天中，吞，进去了，吞了。哇，吞，再来放天中，吞，快了，很好，我们的选手很厉害，吞，放天中，吞，好，嘴巴张开啊 ，OK， 好，很好，很配合。我们家文文真的好厉害，还好吗？好不舒服，你讲得出话来吗？那个，有异物感，要进不进，要出不出的，哇，挂了，哭哭，稳稳靠国马赛，有，我以后要赛迪亚，就鼻胃管，真的放自己人跟放别人感觉很不一样，我刚刚真的全程手在抖，三号选手死大洞。
好，来，贝贝，我们放轻松，我们今天就是来放鼻胃管。有没有发现我的鼻胃已经掉了？我刚刚真的受不了，又吐掉吐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抱歉。我们看到这个挤这个润滑剂的手势就知道在转牙呗。放轻松哈，很不舒服啊，不能打我哈。左边右边，来，贝贝，我慢慢的啊，你配合我哈。好，慢慢的哈，不要闪哦哈，来。来，放轻松哦，嘿，来放轻松，来吞口水，嗯，吞口水哦，来放轻松哦，吞口水再吞下去，好吞，哎，吞下去，不一定。丁丁好敏感，我们再尝试一次。既然不忍心，你不要看我现在嬉皮笑脸，我现在内心很纠结，好不好？哪一次我换一支鼻孔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同一个鼻孔了，哈，好。来，放轻松，还没有进去呢，嘿，还没进去呢，哈，来吞一下，来吞一下，好，很棒，已经进去了哦，很棒哦，很棒，好，放轻松，很棒哦，好，有跑到嘴巴吗？没有，好，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放轻松，嘴巴呼吸，嘴巴呼吸，小薇，我快吐了，好，好，来袋子，袋子。放轻松，OK， 就这样，真的很不舒服啊！这集真的牺牲很大，我们赶快来访问。来，来抬起来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我跟丁丁呢都没办法撑住，被拔出来了，对不对，丁丁？对，而且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痛苦。我们现在就来访问一下，现在还在我们。鼻胃管还在鼻子上的这位文文，好，来文文，你先到。抬头，抬头。我要说什么？你觉得你现在的感觉、啊？我跟你说，不要跟放鼻胃管的人聊天。他每讲一句话都超想吐的，会有个东西卡在这边喉咙，然后就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。对，不要插鼻胃管，真的。我又绝对不插，这个真的很痛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说不插鼻胃管，有什么好方法？对，我们有 podcast， 有录影，如果喜欢的朋友们，底下留言处可以看得到，要点进去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这集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赶快处理这个，这样受不了了。好，我们这次是谁获胜？今天是我们的文文获胜。感谢文文，感谢文文，来再抬头给大家看一下 ，OK， 他现在全身湿了，全身都是汗，好不好？那个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来，如果我给你说，平常给我擦的阿公阿嬷，对不起，你那一根一直在我的喉咙那边，要进不进，要出不出的，哦，来哦，有鼻涕啊，哎。好不好？真的，在家千万不要尝试，这个真的很危险啊！鼻胃管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